欢迎大家收睇今晚嘅比赛。天气咧就相当之好噶啦，望上天咧云都唔多嚿啊。而球场里边嘅气氛咧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噶。哇，见到即系两边嗰啲球迷啊，打气几咁落力啊，大晒旗啊，一片旗海咁样，真系非常之热闹。睇嚟今场波咧，相信都会好有睇头噶啦，非常之壮观嘅一个球场啊！嚟啦，巴沙利。个波而家喺马勒当拿度，杜文尼高贝拉迪系界外球啦。亚历士申道，基迪纳，基迪纳，基迪纳，位脚直线。摩亚系界外球，摩亚哥斯达，哥斯达马杜迪。靓波，好波，呢球点呢？马勒当拿企啱位，接得好好啊！马勒当拿呢一球啊，俾得麻麻地啫噃。嗱，其实个谂法唔错噶，走位都几好，可惜啊，俾波嘅质素争啲啦。杜文尼高贝拉迪嗱，呢个进攻啊走位靓，后防球员咧亦都守得好啊，受惠嘅咧就系观众啦，有好波睇，高空传球，高路比恩卡好拉开咗个空间啦，界外球。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比真力，亚历士申道，个波就过咗边线。亚历士申道，巴沙利，呢个直线靓啊！巧妙嘅传球啊！射佢啦，有波入啦，有翻啲突破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点射都入啦，系嘛？呢个波系射得靓嘅，不过咧都要赞下比波佢嘅队友啊！僵局打破咗，而家比数系1-0。入咗呢球之后就睇你有几集中啦，因为好多失波咧都系入波之后挂住玩电话而输嘅。杜文尼高贝拉迪，高路比恩卡传去侧影，巴沙利踢走个波，亚历士申道，比真力。亚历士申道球正结束上半场啦，头45分钟啊几刺激啦，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噶。比数梗系最紧要噶啦，咁上半场咧佢哋嘅表现咁麻麻地，下半场睇嚟要冒多啲险啦，争取入球啦。好，我哋翻嚟再开波啦。领队要讲嘅嘢咧，应该喺半场休息讲晒噶啦。而家轮到球员啊，睇下佢哋交唔交到功课啦。
哥斯达、大巴拿、基迪纳、哥斯达、碧咸，这个波抢得不错，华美伦个波而家喺左路，仲继续推紧啊！到底会点咧？揿脚地，诶，有冇入啊？可以去庆祝啦！呢球波追平啊！嗱，反击咪就应该咁咯，越简单越好，眨下眼搞掂。呢场波够晒睇头啦啩？呢球波真系好有团队精神啊，令到成场波越嚟越有睇头。巴沙利、基亚连尼、哥斯达、杜文尼高贝拉迪，哇，佢都跑咗好远下咯，传咗入中路啦。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，一脚踢走呢个波，安沙迪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。个波飞出嚟，过到啦，过到啦，拉弓，冇问题。哎，攞到领先嘅一球，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！喺正个龙门前面吓任拣，嗱，完全唔明咧，点解佢哋会走甩呢一个射得之人？简直系明知故犯啊！打破僵局啦！好似佢呢啲咁出色嘅球员啦，无论喺边支球队啊，都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，入波梗系靠佢啦。高卢比恩卡、杜文尼高贝拉迪、佐迪艾巴，一脚地有机会入波，可以解围啊！个波而家喺马勒当拿度，马勒当拿起脚。我想他们都很后悔啊！呢球波入不到。呢队波看落虽然落后啫，不过啲反击都很快喎，仲有机会嘅。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不到。马勒当拿，马勒当拿救得好啊！真系唔嘢少啊！吓，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。哥斯达比赛结束，无论你觉得他们今天踢得好定还是不好，事实就是他们输波。兼咩平一平头先场波咧？今场波他们输了其实就不是挺意外的，不过在比赛期间其实他们都有些机会是可以扭转战局，可惜把握不到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在这里我们多谢我们的足球专家 Keyman。